还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总沉默寡言，人群中也算抢眼，抢眼的孤独难免。快乐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。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，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，而谁是谁。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，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。呼呼，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。天真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，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，而谁是谁。知道那是谁。